的是不会。
我是红雀，我根本都搞不清楚谁是谁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阿珍，你是绿色，所以你要去打，不是阿珠。我要打谁？我怎么？你要打绿色，外面有一圈绿色的东西的。我要打绿色的。对。啊，没有绿色的就不用打，是吧？没有绿色的，白色就是要一直打，然后。你要等他攻击你。没有，打白色就是要一直打。这是第一关的吗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对啊，这才第一关。好吧。嗯，这反正这个就是可以升级我的。这么远啊！因为我是风的，人家是南方
我要走过来，然后要长路径，或者那是要干嘛？我过去。乱走，乱走，乱走，乱走。我在那边等我一下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我过去了。什么乱走？没错，就是从那。我来，我来。我都进去了，你们太慢了。什么乱走？我都进去了。就是，哎，我感觉可以到那里。这个有这个。虾米。啊、我怎么穿过墙壁了？哎呦，哎，谁要进去了？谁要进去了？不要再进去一次。所以我要离开，我要去哪里？我走下去。快啊，快走，我看不到路了。我来了，叫我，叫我。现在呢？我去哪里？但如果不救他，然后直接跑走，他会哭。那这样不要理他了。
快了。就一直跳，我一直用大姐。冲啊！你说按 X 是什么？先跳过对话，东方。X 哪有 X 啊？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是大姐啊。啊，上面呢？上面是敌挡。敌挡。我怎么会打飞？这是王朝，他直接把我撞飞了。王朝过来跟我说话。这是牛魔王是吗？后段翻的根本不用。米诺唐诺。OK， 接下一个。他怎么过了？这关是王。是聊天关。这关是小王。小王。我要解锁我的手套。
边还有一个地方。哇塞，你用两台在照。它旁边有一个蓝蓝蓝的。对，我帮他叫一个。对，因为这个啊。你要错吗？哪来？不然他怎么还是绑着？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地方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喜欢那。我先来讲这个比较简单。好嘛，你是。橘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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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走太慢了。哪有？我都超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有宝贝。是谁？是谁？是你。谁说走太慢？反正写这个要闪攻击，这个要闪攻击，让我们家闪攻击就好了。喂，你们都可以练别的啊？对啊，我们都练别的啊。我练自己走，我练那个超长平啊。我走马上就死了。哦为什么在地上还能走来走去？我还练我的功夫。那救可以救他啊！我这个人很难躲。啊！时光不好是比较好。在地上还能跑来跑去的。因为他只是走，然后等靠近他按左上方按一下，他就会复活了。好的。可以救了，复活。但是这个就是。他每一秒都会扣一。躲避球的概念。这个伤害超级高了，然后直接打败我的防护盾。他就是不准让我当防护盾的，他越伤越多。啊！我死了。啊！这游戏没有学好。哎，你们这样子啊，按下我的飞机。可以翻滚，可以。你不是按上可以干嘛？按下，按下，下可以躲。按上可以躲。我按上可以什么反击？其他都是攻击的。那个撞砖兵，如果有子弹飞到那个攻击手，就是红色的话，红色只要按上的话就可以反弹。我再连续三颗。这个游戏蛮好，就是它没有设定它原始难度是高的。等下什么？也没有说分。所以现在玩的是高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它原始预设值就是比较难的。帅啊，真才适合。除非你去挑简单模式，不然预设值就是这么难。没有啊，这技术要好啊，这是躲避球的概念。再次五颗，我这边那个下太多，你可能躲在那个角落没有人理他。哪里？角落是最好的。一定啊，要看他对着谁啊。太嗨了吧！不要去好难啊！这太好玩了。都太难玩了。爸比，那个机器人是我们有几个？我们像我有四个人，机器人就会有四台。然后我上次只有三个人，所以机器人就只有三个人。难度也会变高。比较多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做了。
精通进度。危险不是站在原地转圈圈。危险在原地转圈圈。